learnmandarinchinese.com. More information in the video description.行李里有很重要而且很危险的东西。行李里有很重要而且很危险的东西。 机场的警察很重视这件事。机场的警察很重视这件事。机场的警察很重视这件事。 他们在机场范围内进行调查。他们在机场范围内进行调查。他们在机场范围内进行调查。 他们还要保护人们的安全。他们还要保护人们的安全。他们还要保护人们的安全。 两个星期以后，机场的警察找到了他的行李。两个星期以后，机场的警察找到了他的行李。两个星期以后，机场的警察找到了他的行李。 行李里，他们找到了四瓶伏特加。行李里，他们找到了四瓶伏特加。行李里，他们找到了四瓶伏特加。 爱情是什么？爱情是什么？爱情是什么？有一首中文歌里说：“月亮代表我的心。” 有一首中文歌里说：“月亮代表我的心。”有一首中文歌里说：“月亮代表我的心。”我觉得爱情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。
互相关心。互相关心。互相关心。互相学习。互相学习。互相学习。互相帮助。互相帮助。互相帮助。可能他们以后会开始互相怀疑，然后分手。可能他们以后会开始互相怀疑，然后分手。可能他们以后会开始互相怀疑，然后分手。他们虽然很伤心，但是他们从来不后悔在一起过。他们虽然很伤心，但是他们从来不后悔在一起过。他们虽然很伤心，但是他们从来不后悔在一起过。现在在中国，污染很严重。现在在中国，污染很严重。现在在中国，污染很严重。我们应该改变我们的做法来减少污染。我们应该改变我们的做法来减少污染。我们应该改变我们的做法来减少污染。我们应该不使用塑料袋。我们应该不使用塑料袋。我们应该不使用塑料袋。我们应该多坐公共汽车，少开车。我们应该多坐公共汽车，少开车。我们应该多坐公共汽车，少开车。我们应该从现在就开始做。我们应该从现在就开始做。我们应该从现在就开始做。否则将来地球上的污染
会越来越严重。否则，将来地球上的污染会越来越严重。否则，将来地球上的污染会越来越严重。人们会无法继续在地球上生活。人们会无法继续在地球上生活。人们会无法继续在地球上生活。我想在中国买一个包。我想在中国买一个包。我想在中国买一个包。我听说在中国有很多假的名牌包。我听说在中国有很多假的名牌包。我听说在中国有很多假的名牌包。这样的包价格很低，但是很多质量不合格。这样的包价格很低，但是很多质量不合格。这样的包价格很低，但是很多质量不合格。可是我不在乎质量。可是我不在乎质量。可是我不在乎质量。但是最大的问题是，我不能带回我的国家。但是最大的问题是，我不能带回我的国家。但是最大的问题是，我不能带回我的国家。我的国家的法律不允许买假的名牌。我的国家的法律不允许买假的名牌。我的国家的法律不允许买假的名牌。我的老板很喜欢批评别人。我的老板很喜欢批评别人。我的老板很喜欢批评别人。他的脾气很不好。他的脾气很不好。他的脾气很不好。平时总是很容易生气。
平时总是很容易生气。平时总是很容易生气。偶尔他的脾气可能会好一点。偶尔他的脾气可能会好一点。偶尔他的脾气可能会好一点。他脾气好的时候，跟别人说话的态度也很好。他脾气好的时候，跟别人说话的态度也很好。他脾气好的时候，跟别人说话的态度也很好。但是他真的不是一个有耐心的人。但是他真的不是一个有耐心的人。但是他真的不是一个有耐心的人。这个学期，青岛大学要举办一场活动。这个学期，青岛大学要举办一场活动。这个学期，青岛大学要举办一场活动。青岛大学要举办一场汉语比赛。青岛大学要举办一场汉语比赛。青岛大学要举办一场汉语比赛。上次的汉语比赛非常精彩。上次的汉语比赛非常精彩。上次的汉语比赛非常精彩。很多留学生都积极报名。很多留学生都积极报名。很多留学生都积极报名。虽然比赛的时候很多学生都很紧张。虽然比赛的时候很多学生都很紧张。虽然比赛的时候很多学生都很紧张。但是他们的比赛很成功。但是他们的比赛很成功。但是他们的比赛很成功。上个星期我去了画廊。上个星期我去了画廊。
上个星期我去了画廊。我看上了一幅画。我看上了一幅画。我看上了一幅画。我非常想买，但是他们不卖给我。我非常想买，但是他们不卖给我。我非常想买，但是他们不卖给我。他们解释说，这幅画已经有人买了。他们解释说，这幅画已经有人买了。他们解释说，这幅画已经有人买了。我说，可不可以跟他商量一下，把画卖给我？我说，可不可以跟他商量一下，把画卖给我？我说，可不可以跟他商量一下，把画卖给我？最后，他们告诉我，尽管我坚持买这幅画。最后，他们告诉我，尽管我坚持买这幅画。最后，他们告诉我，尽管我坚持买这幅画。但是，这幅画的主人拒绝卖给我。但是，这幅画的主人拒绝卖给我。但是，这幅画的主人拒绝卖给我。他说，如果你喜欢这幅画，你可以考虑自己画一幅。他说，如果你喜欢这幅画，你可以考虑自己画一幅。他说，如果你喜欢这幅画，你可以考虑自己画一幅。每天早上我都不想醒。每天早上我都不想醒。每天早上我都不想醒。因为工作很辛苦，生活也很辛苦。因为工作很辛苦，生活也很辛苦。因为工作很辛苦，生活也很辛苦。